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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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萧亚轩的畅销金曲今天让你一次听个够，还有高科技冷光达人要挑战宪哥 LED 总裁的耐心。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动作呢？在这个驱动程式有个地方让它跑。压力好大。为什么叫做冷光？因为它温度很低，它在发光的时候，所以它就叫冷光。我的阿弟要是讲话吞吞吐吐，直接拿脸去抡墙。宪哥你也太严重了吧，就连咱们甜心主播吃了什么东西你都要大惊小怪的。听到在点菜，我的妈呀，真的吗？这养女我一定要聊份肉羹。米粉对不对？本身我有加米粉，加的米粉啊，然后有加一份肉羹吗？有啊。你有够老假，逼人。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我是侯佩岑。哎，今天来的这位嘉宾呢、啊，不是我在吹牛，是哎，他不管在歌艺上面，在这个武艺上面、啊，都是上上之作。真的，看他跳舞太过瘾了，听他唱歌非常有感觉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不过这个前一张唱片的时候，好像这个一个舞蹈啊，不小心啊，脚受伤了，对不对？结果让另外一个他的对手有机可乘，就走红了。啊，哎，蔡依林。我跟你讲，江山代有才人出，他各领风骚30年、嗯、所以呢他这一类的歌手啊、嗯、他要用尽所有的方法让自己 maintain 在那个最嗨的一个位置、哦、都要在最佳状态就对了，有没有看到很认真。国外来讲，比如说 Madonna 有没有看到、嗯、对，他到了50岁了他还在爬单杠，精益求精、是是你可以不要想歪吗妹妹？我跟你讲，因为我这脑子长的就是歪的，是赶快来。的陌生人，欢迎萧亚轩来喽。记得吗？是爱让彼此把夜点亮，为何后来我们用沉默取代依赖，自己朗朗星空沉着阴霾、心碎离开，转身回到最初荒凉里等待，为了寂寞是否找个人填心中空白，我们变成了世上最熟悉的陌生人，今后各自曲折各自悲哀，只怪我们爱得那么汹涌，爱得那么深，沉默了回首了却回不了神，如果当初在交会时难忍住了激动的灵魂，也许今夜我不会让自己再次
生人，心口各自曲折，各自被溺爱。只怪我们爱得那么汹涌，爱得那么深，于是梦醒了，搁浅了，沉默了，回首了，却回不了身。如果当初再交换时，能忍住那激动的灵魂，也许今天我不会让自己再思念。宣传期啊，真的让你辛苦了，有没有看到？对对对，不会，应该的。这个感冒还要做宣传，有没有看到？没有没有，对不对？他就是一个很敬业的人。是是，我们还穿着你的大衣，好温暖，因为这个是摄影棚，很冷。我进来就哇，怎么会这样？有香港的感觉。你刚好讲到我们过去的一个历史，真的吗？哎，在过去，这是一片非常荒凉的地方。你是说这里很阴吗？也没有很阴，它就是阴间。不要乱吓人啦！录音间还是器材特别多，对的，所以比较冷。是的，是的，不用担心， okay, 好吧？因为我很怕这种东西。哦，你怕这种东西啊？飘来飘去，你有卡有过卡到阴的这种经验吗？我被鬼压床过。鬼压床？对，应该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吧？没有吗？那你没有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你那个要弄清楚，因为你以前是住在加拿大嘛，有在那边念书，加拿大念书嘛，对，所以你那个是被洋鬼子压床。你说洋鬼有点色情的中国女生，好了，黑魔法嘛，那不用怕，这世界上是没有鬼的，是，不要迷信。宪哥不怕，所以你们都去找宪哥，他不怕。宪哥说的好，鬼不可怕，对呀、啊，人人比较可怕，对，鬼可怕。事实上，鬼是死掉的人，人是还没有死的鬼。你怎么会来上这个节目？宪哥今天为什么有点甜？对对对，我觉得今天好像这个节目很怪。先要恭喜 Alpha 发了这个新专辑，叫做《钻石糖》，哇，好 bling bling！ 想回来了，我想还在嗯。对呀、啊，对钻石糖、啊，人家来宣传唱片啊，从头到尾都在讲鬼，对啊，都是你害的。哎，但是听说唱片里面要是出现鬼的痕迹啊，大卖，都会大卖，有没有看到？哎呦，好漂亮啊！钻石糖哈、啊，对，而且有两种封面，是不是，对，这个是钻石西装版，然后这个是糖果版、嗯。那因为其实一开始这个出来的时候，短发其实戴假发、哦，但看过比较多不同的 style， 是是是就会觉得这样子比较特别。对，但他们还是在兼具市场，所以。出来这个、哦、就是另外一个糖果版的，看大家喜欢哪一种。 你是什么样子啊？大家都很喜欢。对啊，对对啊，上次受伤那个腿现在还 OK， 好很多哦，每个礼拜都有保养、还有保养、对、哦、定期去保养、啊、你这还算运气好。你看陈奕迅多糟糕、保养不回来吗？他那个没有办法的啊，不会，老公不会介意啦。他好了啦，你不要一直提。不是介意，我的问他老婆也是我的朋友嘛。那、我说哎，怎么样，还 OK 吗？他大小差很多。你少啊，他不可能跟你讲那个。啊，这一次还有一个歌啦，上次我们这个录影的时候已经教过了。好好听哦，对呀。哎，这个应该跳一下。先右手，好、哦，右手，然后把它拉到上面，把手用这个姿势拉到顶面。哪一只啊？这样，右手不是手指头，是不是这只食指？好不好，食指是的，蓝包包。或者是如果你最近心情不好，你也换成小名字，小名字，小名字，小拇指，小拇指，不是小拇指，是小拇哥。哎，好可爱啊！随便你啦，深深惹人爱，换手，深深惹人爱，然后再一个 wave。深深惹人爱，再来深深惹人爱，然后最后拉开噔噔噔噔啊噔噔噔噔，对，闪闪。宪哥，你要多练哦，哈，才不会老人痴呆症。瘦瘦，对。哎。自己这样讲话还蛮不好。要戴
耳挂，要戴耳挂。OK， 我跟你讲，那干脆就来先来这一首啊，不是钻石糖，钻石糖是专辑这首歌，而且钻石糖这首歌大有来头。写歌的这个人是帮 Britney Spears、Pussycat Doll 还有 Westlife。写曲的都是很特别，对，所以他特别为你谱曲，对，写了这首《钻石糖》。那这个不听还得了吗？直接先来听一下好，钻石糖，加油啦，加油，钻石糖来喽！恋爱就像天堂，别再隐瞒，睁大眼光，别轻易投降。好看的包装不一定高尚，打开最欣赏，有没有成长？别担心，勇敢去闯，每一刻都有希望，没有人不会受伤，选对他，让你闪闪发亮。是甜蜜的梦想，我们都在想象。告诉你，他给我们钻石糖，咱们也给他来钻石糖。好啊，好啊，所以你真的有吗？我们今天为你设计好多东西啊，西班牙的手工糖。哇！对，我还记得小时候会有一种糖果，真的是可以当戒指然后吃的。啊、在这里啊，这个就是啊。哎，这个就是我们对，因为我这次里面呢，他有帮我做像这个钻石糖糖果的，然后写 ELVA，、然后还有在这个上面，他是写我的名字。哇，送给歌迷，哇，太棒了吧！这个可以吃，而且非常好吃，是，而且是纯手工打造的，还要拉过，所以它里面是不像一般买的糖果是那种很硬的，它这个是还可以，所以它里面是松松软软，手工糖可以特别为了为你定做量身打造，所以你可以做朋友生日啊，或是情人节啊，或什么什么哦，派对的时候，对，你可以在上面写特别的东西，刚好有两朵哎。哎呦，小雅仙小姐，谢谢，哎，我也一朵，哎，我没事，美女啊，对不对？哎呦，还有这个，对，就是这个，哎呦，这些的，这是小朋友不羡慕这个，哎呦，这个非常。哇，上面有 Elva， 真的有 Elva 的名字，真的很好吃，吃我吃我。这个还真的会舍不得吃。来，我先来吃一颗好了啊！啊，这个听说吃糖果糖，吃糖会让你心情好。会。啊，他还有这个做成法箍的。哎呦，我刚本来想拿起来戴，但有点黏黏的。对，就是它要在比较低温，对这个地方，很好吃。嗯。而且我在拍照的时候，真的就是带着，带着一直，最后我真的就把它吃完了。我说你们害死我，是不是超好吃，而且超甜？一般在外面买不是这种。而且钻石糖为什么用糖？因为女生其实就是要这样选糖。哎呦 ，very sexy。对，像宪哥可能就是像某种糖，就是麦芽糖。我们当年有甜过吗？没有。我一直想要介绍钻石糖，为什么是糖？好酷哦！所以你看了这个糖果，它还是系出名门呢。对。嗯，好，接着下来再来一首歌好了。对。这个体力还可以吗？可以。因为他是开演唱会过来的。对。但是有一个巨大的问题是长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巨大的宣传期啊。嗯。对，太累了。对，还好还好。很辛苦。就我看，但是还蛮开心的。对对对对。对对对，这还蛮好。节目不用那么认真，送重要重点式的上一上就。真的哈，像这个节目。刚才上哪一个节目？刚。那个《冲冲冲》那个。哦，那不，我就跟你讲嘛，不重要的嘛。宪哥的节目去上，对，有啊，我就去找过案发现场。案发现场，对啊，好，那就来这一首《表白》了。太好了，贴段达人擅自作梗，让宪哥发怒喽。第一次上宪哥节目啊，我从导演那边讲最后一句话。你现在在叙旧吗？
时候，突然感觉好害羞。怎么我会变这样？身体不听我的，从没有过这感觉，情绪失去控制。萧亚轩跳舞了，真的吗？我好想跳舞。那个跳舞啊，他当中有那种自信的，对，那个态度，他一出手感觉好像就真的很厉害。对，他的态度还有力道，对对对，好好看。那你也太龟毛了，当中我教他唱一下，他还不要。哦，我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为什么对你说喜欢你说不出口。歌而且男生更爱点，对，男生就一直扭啊，好看就是怎么了？所以唱这首歌还要配合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灯光哦，那想到灯光就想到 LED， 是是，闪亮亮大明星，一起来欢迎冷光达人进场来。冷光达人谢若元除了实现冷光与创意的结合之外，还能帮你客制属于自己的个性冷光商品哦。嘿，哎呀，厉害了！一桌子闪闪发亮的，真的闪闪惹人爱。你看我们有没有食堂很像？对呀、啊，灯一起来的时候，我们突然间吓一跳，一个帅哥在那里。阁下是？我是谢若元。若元嘛，闪闪达人，真的是我的闪光男孩。谢若元，带着我一起转。25岁，本身是做什么呢？现在在等当兵。在等当兵。对，啊，你等就外面等啊，你在这里等。这个是你们公司的产品，对对对对，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科技要介绍？传统我们冷光都是放在什么手表、哦、或者是手机上面，或汽车仪表板，是是是，但是现在因为比较先进，科技进步、哦、然后把它发展到衣服上、哦、帽子上，作为一个装饰用。对对对对对，而且它不只是会发光，它还是会，我们可以设计它的动画。动画，对、哦、所以这么说，它为什么会有这个动作呢？在这个驱动程式有个地方、嗯、让它压力好大。对啊对啊，那 LED 董事长面前，其实我妈妈就是想这样设计。这个我的 RD 要是讲话吞吞吐吐，直接拿脸去抡墙。RD 是什么 ？Research and Design。Research 研发哦、oh, ，and design、oh, OK。所以它里面有装个 IC， 可以设计一个程式，对，让它这样转动。对对对。那么复杂哦，那这里面要电池吗？要。所以你等于穿一件 T 恤上面有电池。有，就像我这一件的电池。哎、哦欸，真的耶！哦、那没电以后还可以再换电池。当然当然。哦，那这样去机场会就是不方便吗？这个会被人家搜出来吗 ？OK 啊，过那个门子先，不先脱掉，让他过过去。一点点穿起来。好，各位。Question two， 这样子，为什么叫做冷光？因为它温度很低，它在发光的时候，所以它就叫冷光。哦，嗯，不然呢？
所谓的冷光就是光线里面没有紫外线或者红外线的含量，它就叫做冷光。冷光温度也会很高的，比如说 LED 也是冷光的一种，它因为没有红外线没有紫外线，所以它代表里面没有 UV 系数很低，所以皮肤不会照。不是，是那我讲的观念怎么想？像我喜欢骑脚踏车，我觉得很适合我们。就骑着，而且你骑着骑着有没有？在背面，因为你对，你就很安全，就安全了。对，然后狗狗，你们可以设计狗也狗狗。因为我们遛狗的时候，每次都会很怕车子经过。对对对，还有对哈，还有这个有没有？这一件一穿，就马上被抓走。要头比较容易找到。因为他不用在那里谁有箍谁没箍嘛，你已经知道这个是谁要的，这个谁要的，这是玛丽要的。为什么 ？Marijuana。他说：“那你穿着他的英文就这样。”其实国外很多小朋友都喜欢那种图案，对，其实他们是觉得有点那种是个植物牙买加的感觉，对，那种调调不真的是一定要的。这个还是会声控的，对对对，就是有声音哦，有声音，它就会绿的。我们来试试看，好吧，把那个光按掉，要出声音，砰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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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Yeah。就这样。喂，哎，真的哎，他会动。什么喂？你们来助人哎？喂，在吗？本身穿这个衣服出去还要砰砰，对，没有，你穿去舞厅啊。而且他是以前不是有些人用胸肌去吸引女生吗？对对对对，不一样，砰砰。有 girl 好像有 girl， 看到我对你的心动。对对对，夜店有没有喇叭旁边都会跳舞，然后刚好就在那边。哇，恭喜恭喜，你们这个要大卖了，好不好？谢谢。最新的科技啊，改善了我们的生活。对对对，这个概念很棒，好不好？谢谢，再次谢谢小谢来。好，接着下来第二一位闪亮亮大明星来。贴钻魔人萧何先生已经有3年的手工贴钻经历，更因为精湛的贴钻技术，还曾出版过专门贴钻的书籍哟。有没有看到？哎呦，真的闪亮，真的是闪亮亮啊！大家现代人特别奇怪，有没有看到？把自己闪亮出来，好像没有这样做的话，就是逊人家一级了。闪亮达人萧何先生。你也姓萧？是的，我姓萧。所以我们有血缘萧美女，一定有啊。是是啊，这个萧何他本身呢、啊，你是不是来模仿那一位啊？不是啦，我不是模仿，长得很 像模仿黄品源那个人，对不对？你比前面难过，不像有哈、啊。演技，最爱你的人是我，绝对不是。好，那你介绍一下这闪亮亮的，好吧？来，萧何先生，从哪里开始介绍起？宪哥想从哪里，我们就从哪里开始。什么都有哎，是的，什么都可以贴。今天是贴的滑鼠哎，好哇，连车钥匙整个都贴起来。这是 BM 的嘛？是的。哎，我现在这是你的，跟夫人的车一样。啊啊，一按然后你的车就开了。离蛮远的，还是不要来。我按了。是哦，打火机，丢棒了有没有？哎呦，这是 MP4。更特别的是，它还有钻石箱，有没有？啊，这根不能先啊，有，真的吗？可以啊，还啊，试一下。我不会吹啊，我不是学。真的会，谢哥会。喂，没对到，没有简单的几个单音才吹那么厉害。我这个被骗了呢，对手啊，我真的被骗了呢，因为之前李玮琦他有吹过了，哦，他所以他也吹过这个，啊，这个是手机，这个就贴的有品味了，那还加上彩绘，有没有看到哈？加上彩绘，所以可以盖下来吗？还是一定要这样硬硬的拿？哦，这一顶，这个有吗？哦，这个一颗一颗的钻石，对对对，嘿，这个是帮那个纽约婚纱时尚帮他做的设计，嘿。咦，不错不错，包括这个面具也是他们拍婚纱用的，哎，还有连棒球都贴水钻哦，鞋跟比较适合贴。各位，他打架有没有看到？哇，最近最流行的，对对呀对呀，来啊，我早上应该把我那个天哪，一排
脚踏车贴成这样要多少钱呢、啊？我不喜欢的歌，大概要在15万左右。15万，贴这台。可以。不过他这真的厉害了，全部是手工，对，一颗一颗贴上去。那这一台骑出去就炫爆了呢，哈、哦。对，每个人都会看我。好闪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嗯，来，我们今天就来一个教学好了。好啊，萧何来大家，萧美女想要贴这个，对，我的环保筷，然后因为的那个盒子，你喜欢贴什么样的颜色呢？嗯，我们直接挑颜色出来。我想要坦克的感觉，对，这个是他的环保筷，抽起来了，所以你，哎，宪哥不用看。怪这一个特别的习惯，有啊，我们第三次配合了，我很了解。对啊，我第一次被他吓到，哎，我是漏不会的。他拿你的筷子来舔吗？他不是，不会不会，他突然这样。肖老板，肖老板，肖老板的笑笑。我们肖家都是这样，他要朋克一点的。对，那颜色呢？下面选什么颜色？我们挑出来，然后让你试着贴。哦，哎、哦因为自己贴上。对对，这可以告诉人家说，算是很容易的，自己动手乐趣多。嗯嗯，颜色啊，不然我要彩虹好了。彩虹，那你是红橙黄绿蓝都要都要。对对对，红橙黄绿蓝靛紫。那一般的话，我们点胶对不对哈？嗯。点在我们要想要贴的部位，嗯，比如像这个设计啊，我建议说我们就大小不规则装点这样子，好、okay. 哦、啊，我觉得整个贴满比较好看、哎，对啊，对啊，好、哦哦，对不对？对，你看我这钻石还大吗？哎，这还蛮酷的耶，对，杯子不会弄倒吗？对，哇，哎，球粘住，那个很烫，很烫就这样。然后这边有用粘棒有没有？好，粘在水晶棒，轻轻的粘，嘿，棒棒，然后粘棒，粘棒。哦，它先点一点在上面，对，在上面，然后放在上面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再用这个夹子啊，压一下，再压一下，让它粘固定住。你那个胶不能用太多，要不然溢胶了。对，一般都会溢胶，所以我们要清胶。清胶，清胶就，哎，清胶，黄胶、红胶都不错啦。要清除那个残胶的话，他真的很努力，然后上宪哥的粉，你不要做粉老板。然后他上我节目以后就变疯掉了。哎，对啊，我最近真的认识的女生越来越多了呢。对，都是宪哥教的。开朗的嘛，他以前刚上节目很内向啊，介绍讲到大家也不太想听，后来现在整个人变活泼。第一次上宪哥节目啊，我从头到尾没讲过一句话。你今天在叙旧吗？大家一定要买钻石塔，真的很好听。而且他刚有给我签他买的专辑，真的。青胶有没有看到？把旁边的胶给下掉。等下你就试着把那个贴上去就可以了。好，这样固定就可以。它这个胶是强力到不行的强力胶。哎，也不是，它是专用胶，一般称为美国胶，那我们叫本国胶。被钻石球 K 过。一定很痛，这个是真的撞球，对对对，但是真的撞球，不能这样打吧？就是等于装饰品，可以招财，然后一号业绩第一名。鞋把用的是鞋把，这两只鞋把哈、哦，是我特地做的，然后一直要送给宪哥，一直要送给侯大美女，哇，招财的给你，谢谢。好，这个代表的含义是扭转乾坤，哎、那个就是每次出门对不对？黄色是宪哥的，哎，对，出门哎，其实扭转乾坤钱就来了，哎，对。这是蓝牛港铁嘛？这是铁，这定价一百。对，要我定价有像蓝牛啊？你是不是蓝牛港淘铁？对面在消音的。消音哎。一个人一次超过3000块以上哎。女生一定比较喜欢这颜色啦，给你啦，黄色。黄色是招财，嘿，然后这个是五彩人生，他会更喜欢如果整只都是，就可以找到像宪哥这样子的，好，来，轮到这个 Elva 来粘一下，好不好？好 ，Elva 其实本身对这种美感，他就很有研究，他这个粘起来还真蛮漂亮的，嘿，哎，这买菜这不求人嘛，对，嘿，对，哦。我曾经有在家里粘过钻呢，真的。要放准哦！我在美女旁边，我都会发抖。哎、欸，糟了，有没有对齐？我是学美工的哎、欸，所以我会。你学美工的？对啊。哦、好，但是青椒可能要压一下。青椒帮你压一下，用这个夹子压。嗯，那个叫镊子，因为我有初教、欸、教大家贴钻，用粘棒比较快。我就硬要这样讲。他性格直接呢，就很硬。哎、欸。
这样好像骰子三呢。对啊，不是红橙黄绿蓝靛紫，怎么又红了而已？其他六个没来。有其他在下面了，还这个肖老板现在生意越来越好啊，嗯，找你贴钻的人很多，多亏重量级的艺人帮我介绍，反正哪一位啊，轩哥啊，啊，直接讲我就啊，重量级的艺人，啊，是龙翔，快，先进啊，好，那再次谢谢我们萧哥老师，谢谢，那你要唱什么歌来回馈给你？嗯。冲动，对，我唱冲动给你，好，我会好好听，好好听。好，来，冲动，看到美女都会紧张啊。会在那个角落，忍不住想要爱你的冲动，不确定你属于我会有点寂寞，你给的幸福在我心中自由走动，抚平我每一个伤口，什么样的好滋味让宪哥说不出话，王牌大明星，别冲动，哎呦厉害呀，真是没有，对呀，啊，对呀，啊，对呀，啊，真的是啊，这个才华跟美貌兼具，真的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啊，这一张有配合准备开演唱会吗？有，叫我在台湾开演唱，我告诉你啊，不可能，真的，你也知道票会卖不出去，哦，近乡情怯，真的在自己家反而会害怕。对，好了，各位，我们就吃个饭好了。哎，好好好，有没有？那肉羹帮我退掉，好不好？好，点什么肉羹？那个米粉对不对？本身我有加米粉，加米粉。点刚才点了阿婆甜不辣，是吗？退掉，你那个也退掉，加了米粉啊，然后有加一份肉羹吗？有啊，你有够好吃。我看他三才高射之后，我在他隔壁间嘛，听到在点菜，我的妈呀！哇，这养女儿，我一定要两份肉羹，可能两份肉羹，两份肉羹，然后也没有交代说汤不用很多，一起来，哦，喜欢吃肉羹，对，今天有比肉羹厉害，真的吗？美食大明星。今天邀请到两位火焰料理达人辛德良副理及张宏祥师傅，他们将带来令人惊艳的欧陆创意料理哦。
首先，火焰牛小排及火焰明虾，牛小排与明虾可都是师傅精挑细选的顶级食材。尤其当淋上主餐酱汁，哇哦，气势磅礴的火焰及浓浓酒香，一定能够激起你的味蕾神经。还有，冰淇淋甜点橘火焰雪山，用细致的蛋白铺在绵密的冰淇淋上，在酒足饭饱的时候，更加挑动你的舌尖，让你进入火与冰的境界。这样的火焰艺术料理，让我们马上回现场看看他们的魔术吧。哎呦，映入观众眼帘的是我今晚的晚餐，也就是这个明虾。Oh my god！在台北有这个肉肉，有没有看到牛小排？那同时还有三杯这个饮料，旁边就是桌边料理，简称叫做火焰料理。旁边有两位长得比较帅，这个是辛德良嘛？是副理。哎，辛副理你好。旁边张宏祥的张师傅。哎，您这个菜是哪一国的菜？欧陆菜系。欧陆菜，对，这个是延伸从法国菜过来的。边料理边解说，那宏祥你来这个来处理一下。好，热锅，对，要热多久？看你的那个，它熟不熟？对，那热差不多之后把火调小，对，然后就再加入奶油。高级料理啦，因为要很多的人工，比如像那个鱼翅啊、鲍鱼那个也周边料理。对，哦，他那个是那个三头鲍有没有？在周边料理一颗卖，各位也没有很贵，新台币168,000。天哪！对，你好奢侈哦。谁呀、啊？我才不吃那一些的。真的吗？然后上次我一个人吃两颗，吃不太完。吃不下是不是，乱讲的啦！不能太奢侈了，外貌也是有挑过哈、哦。刚进来我还以为是那个 Energy 的牛奶。哎，嗯，有一点。这个应该是什么？红酒寿司。红酒寿司、特别调的。对对对，红酒寿司是经过那个牛大骨跟鸡骨40小时熬制浓缩，没有红酒跟鸡骨。所以你看这个料理就是很辛苦啊！哦、啊，来，现在是什么？哎呦，等一下，你现在要把它倒到哪里去啊？这个牛加入牛小排跟那个明虾。哦，对，哦，所以你看它这个酱料啊，哎呦天哪，牛小白的嘛，哎呦，可是我不吃牛，你不吃牛啊？不吃牛啊？哇，这是特权的，太好了。我虾虾也要放一些，是一样的酱，是不是？一样的酱，红酒酱，一定很好吃。好饿哦。嗯，是。老板，你发片会刻意，比如说减肥啊，或者是戒宵夜，然后开始要表演火焰，就会瘦，是不是？哎，火焰哦，抱歉，还没开动，我也是在欣赏。台湾公已经被切了，还没。现在要火焰什么？甜点应该是甜品，这是甜品吗？火焰牛小排跟火焰明虾。哦，他照哎，哎，这个灰色出哦，是直接在盘子上烧啊。哦，所以你看他这个刚那个，我心想这个肉好可惜，这么好的肉，这个啊已经那个凉掉了，凉掉就可惜了。所以他现在才要加热。这样，我现在火已经上来了，上去这个酒上面，所以它这个酒精浓度都要在50%以上，40%以上的，40%就可以了。哦，哎呦，哎呦，天哪！哇哦，哎呦，啊，你手会烧着啦！哎呦，这是目前餐厅最夯的火焰套餐。别的花招了吗？他想吃了。随着我脸的高度，随着你脸的高度，我也是要表演吃牛排给我们看吧。牛排，好不好？这个是有启发的。对，有一位老先生，有没有？他拿的这个左手拿刀，右手拿叉。他那个waiter 就过来，哎呀。哎，老先生，我在旁边看了老半天，我实在忍不住，我终于还是告诉你，你刀叉拿错了，刀要拿在右手边，叉要左手边。那老先生说，哦，是啊，好，那就吃完了。买单的时候呢，年轻人，刀拿哪一边，叉拿哪一边不重要，重要的是。吃牛排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广告之后马上回来。王牌
大妈包。摆摊的时候呢，年轻人，刀拿哪一边，叉拿哪一边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要有钱吃牛排。人生的另外人生的大道理，对不对？好好啊，你不吃牛哈、哦？不吃牛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有一点，六家哈，六家，但是你有点霸气。要推你去晒太阳吗？那次怎么会要推食物给我听啊？因为我好饿，忘记好去晒太阳吗，妹妹？好吃吗？有没有酒味很重？当然，这个牛角排它就是嚼劲各方面，然后韧度比较够。很好吃。我换一个刀叉。那 Alpha 可以试一下虾，好，好不好？嗯。哇。嗯。沾一下，沾一下的酱。对对对。哇，感觉一下。哇。嗯 ，bingo。有烧到的那一块，嗯，冰的。两个人都知道冰的，对。啊，这个是什么？火焰甜品，火焰雪山甜品。啊，这个也有火焰，是是。换一种不一样的酒。香橙干邑甜酒。嗯，哦，香橙干邑甜酒。啊。就是专门在料理用。是，哦。都不怕哎！哎呦，闪光男孩，今天每个我都讲闪光男孩，带着我一起去摘，烧起来了，都烧起来了，好 man 哦！最苦命的是那一只勺子，我被烧到了，我来了，哇！哎呦，而且是冰淇淋 ，Oh my god！火焰雪山冰淇淋，这个冰淇淋就倒没吃过，好吧？那、可怕的是我们吃的第一口，热的，这热菜吃的，冰的，冷的。哦，这个是什么？汁流出来。芒果冰淇淋，里面加的是芒果冰淇淋是。外面是奶油吗？那外面的那一层白色是蛋白霜。蛋白霜，然后加上干邑甜酒会带出它的香味，好吃，是要加上面的蛋白霜，是是是，然后旁边的是综合野莓跟草莓水果打起来，好吃哦，对，哇，那个蛋白打得好 Q 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然后上面还有刚刚那个酒上淋的，吃起来很香。Elva 的新专辑唱片真好听，刚刚旁边听很有实力，对不对？我们希望你这张唱片啊，一样能够大卖。谢谢，一定要看得出来，他这一张啊，很用心，认真，很用心在制作。快乐的配方，对对对，观众朋友还要等到今年年底跨年的时候一起来看 Elva 的演唱会。对，第一站在台北。好，那我们就最后带来一首 Happy Ending 的歌，倒数，倒数，欢迎 Elva。处处在意我，越害怕伤害我，我感觉越难受。你不懂，我没你。